为了我们一周之前安排调运的那批武器。布达佩斯是一座重要的城市，天命肯定会在那里的码头布下岗哨，这样我就需要提前下船，走陆路前往贝尔格莱德。不过既然如此，那我为何不干脆翻越喀尔巴千山，取到青茶草原呢？那一带地广人稀，我应该可以更自由地采取行动，节省像这样消耗在路途上的时间。上次像这样狼狈的时候，还是在东征撤退期间。战争真的会改变所有的东西。自从那场大败之后，奥托的父亲，他管理整个组织的工作就变得困难了许多。动摇的权力让每个人都嗅到了利益的味道，他们急于拿出所谓的成果，只为了在争夺权力之时，自己讲出的故事能够比别人生动。维克托是这样，大主教是这样，奥托，他是不是也……虽然他眼中的利益，绝不是金钱这样肤浅的东西。莎士比亚小姐说的对，所谓人心，不过是一个讲故事的游戏。当人们相信你的时候，你在他们眼中就无所不能；而当人们不相信你的时候，你也会瞬间变得一无是处。可是我自己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奥托渐行渐远的呢？是直到沙夏的事情以后吗？还是说，从更早之前就已经……
如果我从前能多给他一点支持就好了。他是我23年的人生中迄今为止最好的朋友。可是现在我们却亲手在自己的心灵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。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终究还是在这个步入社会的年龄变得分道扬镳。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的我，以及渴求知识敢于同魔鬼交易的你，我们明明可以彼此取长补短，奥托，你现在还梦想着制造出让人可以飞行的机器吗？你为什么偏偏要在那些肮脏的交易上投入那么多的精力？虽然我明白，一个人只有投身政治，他才有可能真正去阻止政治灾难的发生。可奥托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又和维克托，又和你的父亲有什么区别？白天，我看到了你那个眼神，迷茫、无助、缺乏自信。你现在和我一样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现在这个年龄，我们终究做不到这些，对吧？或许时间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Thank you.
如果到那时我还在活蹦乱跳的话，就回去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吧。今天也没能见到拉格纳前辈，爸爸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，训练也一切顺利，同学们和教官都很好相处，我也交到了新朋友，大家都很努力，不用担心我，再过不久我一定能顺利当上女武神的。
感觉好点了吗？哎呀，打开训练室大门，看到你倒在地上，吓得我心脏都要停跳了。真是的，把自己逼得太紧，可是会起反效果的。连日训练过度，长期睡眠不足，身体承受不住，突然提升负荷，就会变成这种结果。我可太清楚这个症状了，毕竟我自己刚入队的时候也总是这么乱来，被队里的前辈们训了不止一次。你也拼得太过头了，我趁着出任务的间隙去偷偷看过你好几次，每次都看到你正在认真训练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跟你搭话。我猜你是因为憧憬我才想当女武神的吧？如果这么下去搞坏了身体，那岂不是责任在我？不开玩笑了，看到你这么努力，我是真的很感动了。不过，努力也要用对方法哦。像今天这样太勉强自己是绝对不行的。要我看啊，你就是太心急了，一下子就想什么都做好，当然会吃不消的呀。别看我现在好像游刃有余的样子，其实我也吃了好多苦头，过了很久才逐渐练到现在这样的。像是体能的极限，甚至睡眠的时长，的确都可以通过训练来逐步优化，但没有耐心的蛮干只会适得其反啊。你其实很有天分的，这点我可以打包票，所以不妨多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成长，让美好的青春时光绽放出属于你自己的光辉。热爱自己也热爱生活，劳逸结合，张弛有度，做一个远比我更为优雅的女武神，不是也很棒吗？拉格纳·罗德布洛克，您的亚斯拉奇敬上。P.S. 对了，这个熏香对助眠安神很有帮助的，我自己也经常用，改天再给你拿点哦。
蛇要来把实验开始了。这个需求做完之后可以休假了。我们都很闲呢，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怎么样了，博士？哦，德丽莎，你来啦。喏，这就是可以干扰支配之律者全能的斯巴达克系统。怎么样，系统运转正常吗？距离系统完全覆盖此区域还需要些时间，不过现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。好，这样一来，阻止那些奥托人偶也只是时间问题了。不过那些被带来带去的小镇居民也真是惨，据说昨天他们才被疏散到附近的山上，可刚刚那些傀儡又把他们带了回来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尽快对他们进行妥善安置吧，先不论是倒退500年还是沦为战场，一般人至少也受不了这种折腾呀。是啊，那些傀儡们虽然说着不允许人们擅自走动，但当下似乎并不会用暴力实行控制。我想趁着这个机会把人们集中在更安全的地域，或者前往修伯利安暂避一段时间。平民的统合工作还是由德丽莎你出面比较合适，我和鸡窝头要继续调试设备，让它尽快覆盖这个区域。可我担心一般民众还并没有察觉到事态的危险，要疏散他们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这恐怕也是奥托的计划，以民众作为人质拖延我们的时间。不过德丽莎你是阿波卡利斯家族的人，也是下一任天命主教，这里的居民应该多少会听你的。记得要谨慎行事，要是引起了这里居民的恐慌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明白，我会依实际情况而应变的。那么这里就辛苦博士了，有情况随时联系。嗯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轮到我了。
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。你明白吗？真假吗？从这里到那里。你好，工牌上的是圣7308研究所罗威。请问你是小镇上的工作人员吗？啊，没错，哎，今天又要加班了。都这时候了还想着加班，看来人们的确不清楚事态的危险性。你好罗威，我是德丽莎·阿波卡利斯。德丽莎？您就是奥托大人所说的下一任主教德丽莎大人？没错，不过能请你先和我一起离开这里吗？恐怕这里之后会有些危险。啊，离开这里？危险？为什么？奥托他在进行一项十分危险的实验，可能会波及到城镇里的大家。主教大人？危险的实验？是我加班太多脑袋糊涂了吗？您在说些什么？主教大人，啊，我是说前任主教奥托大人的代行者们，刚才不是还专门嘱咐大家说留在原地不要走动吗？而且危险的实验，您说的真的是那位奥托大人吗？什么？的确，天命的工作或许累了点，但工资却相当可观，每个月的各种保险也都免费帮我们缴纳最高额度。而且工作成绩突出还能拿到奖金，在重大节日还有附带主教大人亲笔祝福的慰问礼品。你是说这样的主教大人今天突然要加害我们吗？比我想象的还要棘手，难道说？你不知道一年前在天命空港发生了什么？我那时不在现场，只知道空之律者降临，天命和逆商，还有天命和逆商打了一架，在之后的消息我就只知道新闻中所报道的那些了。
看来人们并不知道那场战斗的真相，而且好吧，我知道了。不过你可以相信我，暂时先离开这里吗？继续留在这里真的很危险，之后我会和大家好好解释的。这我手头还有些工作，真的一时走不开。要不您过会再来找我吧，到时候我应该就做得差不多了。看来得尽快想想其他办法。要说的话还真有一件事。我可以做点什么吗？其实我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项工作需要处理了，可偏偏是最重要的实验数据收集工作，真是让人放不下心。那个实验其实已经完成了，只是地点有些远，而且无论从奥托主教的通知还是你的说法上来看，那边似乎都挺危险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是需要回收怎么样的实验数据？方便告诉我吗？倒不用您亲自去帮我采集实验数据，只要能够安全地到达那边，我自己就可以完成剩余的工作。本来想等亚尔威特和苏莎娜来了再一起去的，可现在这样，估计他们也会遇到各自的困扰吧。我明白了，那就为我带路吧，我送你到实验地点去。您竟然亲自，这是我的荣幸，德丽莎大人。哎呀，轮到我了。抓住他们吧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从这里到那里，哎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这样一来工作就可以继续开展下去了。那就好，不过在完成手头的任务之后，还是先离开这里吧。工作固然重要，但如果把自己搭进去，可就本末倒置了。谢谢你，德丽莎大人。我也想之后回趟家，和女儿一起好好休息一下。最近加班太多，总觉得血压已经不太稳定了。
等今天的危机解除之后，我一定会亲自评估总部的后勤人力问题。哎，真的吗？可以多招一点新人吗？如果确实是人手不足的问题，我一定会认真考虑的。如果是流程导致的效率低下，我也一定会咨询你的意见。太感谢了，实不相瞒，昨天奥托大人突然说要将主教位置让出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些慌张。要是以后加班更严重了该怎么办？万一被裁员了可如何是好？但实际和德丽莎大人交流过后才发现，这完全是杞人忧天。比起奥托大人，您其实更加理解一线人员的想法。而且我也听说您对这个小镇上的大家一视同仁，对谁都非常诚恳，大家一定都愿意相信您。你这样说，我倒是感觉很不好意思了，你们能够安心就好。这也是我最希望做到的事之一。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德丽莎大人。之前是我这边有些先入为主了，现在应该是我不好意思才对。没关系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你也不必如此拘礼。现在还是让我们先转移到更安全的地带去吧。你是圣七308研究所的重要一员，有什么话我们以后也能慢慢聊。好的，哦对了，下次我能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德丽莎大人吗？她一定会喜欢您的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一言为定。这边也算解决了，赶快去下一个地方吧。哎呀，轮到我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从这里到那里，德丽莎，长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
啊，这个啊，就在半个小时前，我被奥托先生没收了所有设备，直接炒了鱿鱼，扫地出门来着。啊，鸟尽弓藏，不要人家了。然后正好你们要在这儿造好玩的东西，啊，还是说，其实我现在的身份，某种意义上算是头城的俘虏，不能随便乱跑。你还是这么喜欢开玩笑啊？不管怎么说，我感觉得出，长光你应该对我们没有什么恶意。谢谢你相信我，不过这样一想，奥托先生八成也不在乎我的死活啊，不对，不够严谨，应该是十成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们要唠嗑就旁边唠去，我这里还在调试仪器呢。还有，你要来看这东西可以，但别伸手碰啊，他们可都是些精密的仪器。放心，特斯拉博士，奥托先生之前还评价过，说我从来都是很识趣的，不过我的确有事想单独和德丽莎说说。什么事？听说您刚才去重新安置那些小镇的工作人员，还有刚返回自己住处的居民了。是的，虽然来来回回难免会觉得折腾，但他们现在的处境太危险了。可过程比你想象的还要不顺利一些吧？是啊，我也差不多知道原因了。说说看吧，我正好也是想找你聊这个。简单来说的话，就是奥托所具有的威望。他们不知道纽约曼哈顿事件、第二次崩坏事件，以及一年前的浮空岛事件中，奥托到底做过些什么。这样一来，天命主教在他们心中的确是一个具有威望的正面形象，敢当责任，平息灾害，慷慨待人。没错，但问题其实还不止这些。我不知道德丽莎女士，你刚才都遇到了谁？但我想他们或许都识得大体，没有把内心的一些尴尬说出来吧。
内心的尴尬，你指的是什么？嗨，实话说，就是你去极东支部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。长到对于那些小镇居民，甚至是天命下属的工作人员来说，德丽莎这个名字已经太过陌生。或许这个名字对天命高层的人们来说依旧如雷贯耳，但对其他人而言，它真的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罢了。我并不奢求自己在他人心中有多大影响力，我只会去做我认为该做的事。这很好，我也十分欣赏您的这种气魄，只是问题在于奥托先生指定了你来当下一任主教。我就丑话直说了，这里的人们对于你的印象恐怕仅仅是被主教大人宠溺着的孙女而已。你当过 S 级女武神，开过一个女武神学员，但却在一年前不知何故背叛了主教本人，带领极东支部脱离了天命组织。如今他们的主教大人冰释前嫌，刚说要把主教之位传给你，你就马不停蹄地飞了回来。在他人看来，你就像对这个位置觊觎已久，巴不得奥托先生早点辞职退休似的。最后的这个结论，还真是让人无法反驳啊。抱歉，或许有些话我说得太伤人了点，但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天命主教的权威来源于人们的熟知、肯定以及信任。如何建立威严，统合天命旗下形形色色的人员与民众，也是下一任主教该做的事。权力的游戏毕竟不是游戏的权力，我可不想在你上任的第二天就听到有人在你的背后说风凉话。
谢谢你，长光。你想说的，我确实已经明白了。说实话，这两天我也经常在苦恼。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未来担起主教的重任。但经历过今天下午的事情后，我渐渐明白了，这种想法只是在消极逃避，我只是想逃离一个会带给我痛苦的位置而已。但反过来说，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，它能让我更好地守护自己的学生，以及更多的他们这个年纪的其他孩子。长光，你所说的问题的确无处不在，只凭我现在的威望与名声，必然无法有效率地领导与统合这里的人们。但我也不打算就此放弃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自己要成为一个和爷爷不一样的主教。我会抽出所有可能的时间，用自己的行动向别人证明这一点。这也是如今的我该做的事。不愧是德丽莎女士，你真的很厉害呢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就让我再提一个建议吧。请讲，现在的我可以说需要每一个人的意见与建议。这里的民众绝非难以沟通，他们只是还不认识你罢了。既然奥托先生还给我们留了半天左右的时间，不如从一些简单的小事做起，切实解决一些他们身边的麻烦。我想不出几个小时，他们自然而然就会相信你了。我明白了，长光。以现阶段的状况而言，这的确是最好的办法。虽然看起来或许不是太有效率，但却是必须去做的事。谢谢你和我说这些，长光。这没什么，你就全当作是我卖给下一任主教的人情吧。
好了，既然确信一切都会有好的结果，那么细枝末节的谎言或真相又能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呢？哎呀，轮到我了。你好，老爷爷。瞧瞧，多可爱的一个小女娃呀！我之前怎么没在镇上见过你啊？老爷爷，我不是这镇上的，我是德丽莎·阿波卡利斯，现在来接您去安全的地方避难。原来是东边那卡瑞斯家生的闺女呀、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年轻人有精力，多养几个就是好呀！老爷爷，这里危险，现在还不能搬回来。要戒点烟，好好好。小姑娘你等会儿啊。我这老骨头走不动了，等我儿子回来就给你拿一包回去。哈哈哈。得赶快想想其他办法。哎呀，轮到我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从这里。你好，看你的打扮，是隶属于不灭之刃的女武神吗？这样说可能确实也没错，毕竟我好像已经很久没回过灵沙小队了。请问你是？我是德丽莎·阿波卡利斯，希望你能尽快离开这里，或是协助我引导大家进行避难。主教，毕竟女武神苏珊娜听候您的派遣。现在先不要在意这些了，帮我转移这个小镇的居民吧。
转移居民？为什么？奥托大人不是刚刚才宣布危机解除，他们可以返回镇上了吗？奥托，他在计划做一个实验，平民们在这里随意活动，很容易被实验波及。奥托大人的实验，那是对我们有害的事吗？什么？对不起，德丽莎大人，我只是想不出天命主教奥托大人为什么要做对人们有害的实验。天命平时对女武神部队很好，不仅关心我们的身心健康，还经常给我们的家人提供各种各样的福利和帮助。我听说丽塔大人的家族就被安排在这个小镇的一处庄园里，从事他们热爱的园艺事业。刚才主教的代行者也说了，让我们留在原地。我想，留在这儿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。看来就算是女武神，也无法轻易接受我所说的这些话。没关系，我只是想尽快保证大家的安全而已。如果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，就告诉我。要这么说的话，我的确有个比较在意的地方。是什么？我之前在勘察这座小镇的时候，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安放了测量仪。是要去回收数据吗？这倒不是，数据不算紧急，也可以远程回收。我在意的是那个装置如果长时间放置可能会出问题。
是比较精密的仪器吗？没错，不过我刚才其实没想到这方面，我是怕如果崩坏能急剧波动，诱发那个仪器过载，会引来更多崩坏兽。的确挺严重的。本来我正准备去回收它，可奥托大人突然发布命令，要我们都留在原地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想去排除掉这个隐患。明白了，我支持你的决定。不如我和你一起去吧。哎，可德丽莎大人应该还有其他事要忙吧？这件事也不能就这么放着，况且我看你应该不算很擅长战斗吧。这倒是，那就走吧，我们快去快回。哎呀，轮到我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闲呢，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小白鼠们都藏到哎，藏这里，急如雷电。这里吧，圣才之雷，炽夜幻现。耶！给我上！什么之雷？来被我吃掉吧！哎呀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这样就搞定了。这仪器是你造的吗？我看你对它好像特别熟悉的样子。哎，我没那么厉害了，只不过研发过程中提过一些意见而已，所以才比较了解它内部的构造。也挺厉害的。算是家学渊源吧，我在老家有不少对地质勘探颇有研究的亲戚。听说你是来这边交流学习的。
我原本隶属于驻扎在波斯湾的灵沙小队，半年前第二次借调到总部参加实习。在这里还习惯吗？好吧，只是偶尔会怀念一些家乡的东西而已啦，比如说手抓饭呐、椰枣啊、酸奶酪啊什么的。不好，有种话头停不下来的感觉了。总感觉德丽莎大人比我想象中要温柔呢。喂，是吗？我平时会给人很严厉的印象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从前只是觉得您既然有实力有意志与那位奥托大人作对，想必在性格上怎么说呢，啊，我能明白这种感想。不过实际和您接触下来，却感觉您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前辈呢。谢谢，能让你这样想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就像和圣弗雷亚的同学们一样，我也不想和总部的大家有那些不必要的距离感。不过比起这些，苏珊娜，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优秀女武神，今后我也有很多事情需要从你的身上学习。女武神，从我的身上学习，我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说。是吗？那可能只是他们不好意思对你说吧。不过我们确实也不能像这样一直聊下去，刚才的路上你也看到了，这附近并不安全。啊，那么德丽莎大人，就让我来帮助你把小镇居民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去吧。哎，的确是个不错的提议，常驻此地的女武神受到大家信赖，我也能腾出手来去解决其他问题了。那么就辛苦苏珊娜你了，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也可以随时找我。明白，谢谢德丽莎大人的信任。
交给他应该没什么问题了，快去其他地方吧。哎呀，轮到我了。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，你明白吗？让我们开始吧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去抓住他们吧。Yeah!
渴求幽夜。呀，就是你了！急如雷电。不用担心我。有必须要去完成的事。不断从小女娃，你要借什么来着？哦，丫头你还在呀？哎呀，我这儿子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您的儿子在这工作吗？什么？您的儿子在这工作吗？工作，他每天呀都要起个大早，说是迟到要被扣钱。不过他回家倒是准时，不像其他小年轻，半夜出去胡闹。哎呦，可今天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我这老骨头又走不得路。之前呀，还是多亏了奥托大人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会亲自过来背我呀。这应该说的是那些复制人吧？啊，难道说他的儿子被哪个复制人单独劫走了吗？哎，丫头，你要什么来着？酱油、胡椒面？没事，等我儿子回来就给你啊。他呀，就在对面的广场上班，不远的。老爷爷，您就在这儿等等，我去找您儿子。等，都能等。哎，丫头，出门小心啊，胃镜我给你留着。听上去，他儿子像是一位厨师，或者小卖部的经营者。总之，先去广场那边找找看吧。现在外面的状况很危险，要尽快行动。将我的剑化作雷光。才知道。
之雷，急如雷电。可能会有点疼啊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站立吧。哎呦我的天，还以为这次命没了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就擦破了点皮而已。你怎么会被这些崩坏兽围住的？哎，倒霉呗，食堂里的其他人昨天就撤走了，只留下我应付工作，结果辛辛苦苦干了一天，奥托大人却还让我原地待命。可我家里还有个老父亲要照顾，要是一直不回去的话，老人家可不好办啊。结果往回走的路上就遇见了这些东西，哎呀，还好还好，有惊无险，多亏您救我一命。老父亲，难道说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就是我父亲，人有点糊涂了，耳朵还不好。哎，现在这镇子里那么乱，他没事吧？没事，但他这两天被奥托的命令搞得搬来搬去，这会儿恐怕不太愿意在离家避难，你还是去亲自劝劝他吧。没问题，镇子里闹这种怪物肯定没法住，可奥托大人是怎么了？不仅朝令夕改，还让我们深陷险境，以前不是这样的呀。我先送你去令尊那边吧，具体的情况我可以在路上和你说。站立吧，启程。就让皇女的光彩荣耀此间天地吧。哟哟，儿啊，你回来了。爸，我在这儿，你拉的是人家小姑娘的手。哦哦哦，哎呦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爸，还好是这位姑娘救了我，不然我恐怕都回不来了。哦
哦，丫头也回来了。真是辛苦您了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，我会带着父亲去避难的。嗯，也辛苦你了。嗨，家务事谈不上辛苦。哎，对了，您是女武神吧？哪个部队的？今天实在仓促，我改日再登门道谢吧。我是极东支部的德丽莎，要是你们找不到合适的庇护所，也可以去我们停在西边的修伯利安号暂避一下。德丽莎，您就是天命的下任主教。是我。这可实在担待不起，我和我家老爹对您都有冒犯，还请您原谅。去，叽叽咕咕说我什么坏话呢？儿啊，还不快给小丫头拿点醋，人家是来借醋的。爹，这是下任主教德丽莎大人。啥？哪家又生了个娃？没关系，你们还是早些去避难更为安全。啊，好的，多谢德丽莎大人。哎，丫头，以后啊，常来家里玩啊。没问题，老爷爷。这里也总算是解决了。自立吧。和本皇。琥珀，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吗？德丽莎大人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啊，不，德丽莎大人，恰恰相反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。啊！就在不久前，奥托大人突然对我说，他的计划中已经不需要我了。他说我自由了。这听起来是好事呀。我之前一直都作为秘书官处理各类机务，即使奥托大人暂时离开总部的那段时间，也并没有感到手足无措。可在刚才他那样一说之后，我却突然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了。我想到自己或许应该来辅佐下一任主教，也就是德丽莎大人您。我很想帮助您，帮助逆商的大家，
可是可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资格与立场，毕竟爷爷他看来在退位这件事上是认真的。琥珀，如果你之后想继续留在天命，像之前一样的去处理事务，我自然很高兴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先帮我处理眼前的难题吧。哎，是什么难题？你也知道，奥托的计划会危及到小镇的民众，我想抓紧时间撤离他们。说不定在帮助大家的过程中，你不知不觉就会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呢。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，不是任何人安排的，不属于任何公务内容的，是因为你是你自己而想做的事。我明白了，德丽莎大人，琥珀愿意和您一起行动。这里吧。就让皇女的光彩荣耀此间天地吧。出征！启程，该我上了。唉，这可怎么办？难道只能放弃了吗？二位，这是发生什么了？啊，是琥珀大人。哎，琥珀大人，您怎么在这里啊？还有德丽莎大人。你们好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还不是奥托大人突然说要我们待在原地不许走动，毕竟流程可不等人，我们的研究计划这样一来就全乱套了。
你在琥珀大人面前说什么呀？这次研究不了还有下次呀，而且现在附近这么危险，奥托大人也是为了我们好呀。就连这边也是这样吗？请问二位是在进行什么研究呢？哦，我的研究课题是崩坏生物的统计性状，虽然工作本身并不复杂，可因为现在不能到处走动，所以无从下手。我是在撰写地区气候与崩坏能浓度关系的勘察报告，由于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魂钢反应，我只好暂时搁置收集数据的计划。我们的两项研究都临近中期评审的时限了，今天本是一个获取数据的难得机会，但现在如您所见，原来如此。这怎么行呢？您是下一任主教，怎么可能劳烦您去做这种粗活？我倒是不介意。不不不不，绝对不行，这事怎么都说不过去的。况且就算收集到了数据，由于很难靠统计公式消除未知魂钢造成的信息污染，这次的结果也不会有多少参考价值。德丽莎大人，我们还是再想想其他方法吧。好吧，站立吧，出征。就让皇女的光彩荣耀此间天地吧。阿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爸爸妈妈呢？啊，是琥珀姐姐，我在这里等他们呀。琥珀姐姐？是这样的，我曾经负责过这个小镇的学校建设，所以只要有任务回到这边，就会来看看学校里的孩子们。琥珀姐姐，
这位姐姐也是哪里的学生吗？啊，阿缪，这位是天命的。阿缪，我叫德丽莎，今天是和琥珀姐姐一起来这座小镇帮忙的。欢迎德丽莎姐姐。最近这儿不用上学吗？嗯，学校最近放假了，和爸爸妈妈今天还要上班，所以就只有我留下来照顾家里的阿山了。真辛苦呢，家里还有弟弟需要你照顾啊。不是的，阿山是家里的狗狗，可听话了，一点不辛苦。之前有奇怪的叔叔不停敲门，多亏了阿山，他才被吓跑了呢。阿缪，要不要和姐姐一起去其他地方玩呀？你的爸爸妈妈那么忙，今天说不定就要在外面过夜了。哎，可是要去哪儿呢？你看，那边有一艘大大的飞船，是最近才开过来的，我们去那边玩好不好？哇，真的可以吗？嗯，我待会儿就打电话联系你的爸爸妈妈，和他们说过之后我们就去吧，这样也不怕爸爸妈妈找不到你了。好耶，阿山也和我们一起去吗？嗯，当然了。怎么了，阿明？我突然想起来，家里没有给阿山吃的狗粮了。我今天早上才发现的，可一个人又不敢出去买。阿山现在恐怕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啊，不行不行，阿山他嘴很挑的，只吃小镇里卖的那种狗粮。是这样吗？上次我觉得爸爸寄过来的牛肉干很好吃，就也分了阿山一块，可他闻都不闻一下的就去碗里吃他的狗粮了。这样吧，我先留在这里陪你们一起玩，让德丽莎姐姐再想想办法好不好？Thank you.
确实得想想其他办法。这里吧。和本皇女一同踏上旅途，你应当感到骄傲。